屌啊，只有你可以，这就很屌。啊，对对，只有我可以。啊，你猜那个结果已经50。46。差不多啊，我觉得50了。好了，那一段看完你们就可以关掉。没有，就这样。没有了。那这样就单手举那个看我进去。你把关于抬起来，你再来跟我说好不好？好，你抬起来我进去吃饭。你哪天你站着，这关于站着你飞过他，你再来跟我说好了。哦，那好像不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哦。哦，飞过飞更难哦。假的。嗯，所以七二吧。飞过一七二，你就别打排球啦，去打篮球吧。你有一七二？当然有啊。我是哪一方面？身高啊。我确认一下，看我们的那个单位有没有一样。你这样讲伤感情。是啊，这实话总是不好听，但是就必须要讲。这个。玉成说晚一点，他好像从台中回家。我说不定只打一两场。那个为什么？女朋友等他回来就没关系，我只能打一场。太扯了，又是一场。看来我们就要一场拿首胜。快上，快上！更新呐！哎，要开学了哎，马哥。没差。你还有课吗？过了一个爽爽的暑假，对，都没课了吧？我还有一门啊，一门，还有一门啊，我错了，一门。想结婚呢？两门呢？他没有修啊？这校有修啊？对。我花9000块，好像我4下是2，然后33对不对？哎，好爽哦！太休息，太累了吧？抱歉啊，我超强啊，431啊。零。四楼没，我操！抱歉啊，我超强。那九楼又修无线控的，又修何先生的，我超强。这还错了呀？开玩笑，我一年级根本在爆肝啊，还有神是很爽啊。对啊，不然如果相信我可能应该肝硬化了吧？我上了，我死了。硬化已经死了。你刚刚说的是那个敏锐度很差。我在等你啊，我在等你吐槽。对的，那个。被你吐槽啊，赵文！抱歉啊，高中被训，很是训练了3年啊。你刚才是不是？我们有一个教官感冒啊，上一堂课50分钟破音60几次。我们全班已经笑到快往生了。哎呀，这种行为真的是不太好。没有，因为那个教官平常就很会破音。他们在吃感冒，我们在桌子上画这个字迹，好。可以可以。看，那时候真的很好笑啊。那一节课 MC 跟大强真是笑到快要吐。很快是这样练。干什么讲过 ？AD support。哇。我当阿基了。哎呀，那我要中路啊。刚刚玩什么？打瑞斯，打瑞斯好玩吗？啊，我打瑞斯这版超强。你还说这？他这版可以1打3。那我就来割。啊，还有什么？打瑞斯这版可以1打3，真的。还有什么吗？还有 Q 可以回血。我按键。因为 Q 会延迟哦。妈呀！延迟什么意思？是你一按它不会马上出来，它会准备动作。然后打瑞斯现在。他的一也缓速98，就也缓速98。那一，等他高下来会缓速98一秒。太凶了吧！他 Q 你，他 Q 到英雄会回复你失去的惩罚生命。对呀，赢了。你这个是谁赢的呢？
这时候你可以边走动吗？天天在看电影啊，然后今天要唱歌，哇，这个人生就是电锯人生，电锯人生，哇！刚才说到一个我好熟悉的名字啊，是你好室友哦，是啊，都是三六九五一零吗？太强了。为什么结好像是一块石头的感觉？是我看错了吗？结是恶意哇！瑞斯的unknown area， 看瑞斯的瑞斯。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结的造型，为什么好像格子？好像格子哦，很像一个乌龟露出一个龟。对啊，为什么好丑、哦？我说，你不说你本人超帅啊？说不定本来很帅啊，英帝的话都是英帝货。抱歉啊，上路要输了啊。要怪说帮就啊，怪说艾克很强。好啊，怪什么都强。怪算，我还是很强啊。怪什么都强啊，就真的没什么好讲。生来就是要打肉的男人。就是爱吃，盖本都这样。我，喷嚏跟你还没出来、欸。啊，是网络问题吗？我还没出来。在什么？在不屌无所谓啊。再一次你断线吗？没断了，我还可以动啊。网络。问你，我看你跟苏璇都没在动，苏璇又停了，要出面了，有在动吗？有在动，有在动。我刚刚是 SK 跟 LYO 都断了、欸，我也是、欸，那你是假人啊？那就是我 low 可以动，那就是可能 LYO 这里的网络有问题，是不是？登革热害的吧？这个有点太稍微太浮夸了点。达勒斯就达勒斯哎，我最讨厌打同角色了。对，是啊，因为他都知道我要干嘛。对啊，我不喜欢被抄袭的感觉。是先 Q 的就输了吗？对啊，你后 Q， 你不进啊？你 Q 我赶快跑，他 Q 不到你啊。OK， 就是他前置动作有点久，看我 Q 不到他，妈的，我
我吃两次了。Q 完要靠近他啊，按 Q 完之后要靠近他。我不想打劫，劫超难打的。完蛋完蛋，放火杀了。啊！啊完蛋 ，double kill， 你 double kill， 刚我刚看什么机会啊？应该有。我的高 CD 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万一会晕他的，来吧。再见。对哦，你没交伞吗？没有。等下再跟他，等下再给他干一次。等下再干一次哦，刚已经说了。是的，老大。要死了！没有账号需要走，他就不满意。好，会有表现的，表现要尽量好。可是刚刚我看到有人，啊，李欣，李欣，李欣，我看到有人被铁块打。这个时候你要说什么都没看到，对啊。干嘛想卡杀哦？其实 ，OK OK， 可以中断，你可以中断。哇，好香啊！快快上封闭！加油的啦，我看交闪了。卡杀我哎、欸！然后现在跌五成之后，他一直砍，就是五成五成五成，刚好，那就有那个秒数了，你会多了会伤害。来，帮我点一下上路，拜托。他出什么啊？那个九头蛇啊，太凶了吧！九头蛇火斗也行啊，火斗不行。泰坦九头蛇啊，对啊，死者肩甲也不错。很好，直接火头蛇哎、欸。啊哇，这个好像太吃了吧？啊，你直接 F， 代表他连一下都没射。哇，那个六比一的，他们解禁六了。哦哦，刚刚跑出人了哦。啊，瑞斯一打二，尤其是他们这个等级，你 Q 到两个就是回20%。这是上路哦，特雷西。
他有眼了。已经在右侧了，压制啊！我也帮不上忙啊，抱歉。现在被打得跟坨屎一样。托你赢了。抱歉。哎，李欣找你了。找我。哎、欸，杀他杀！杀不掉，我现在好久没有。好。对对对。看看应该第几呢？六五对五四。灰糖，我吃屎的。我去啊！啊，我好像应该买鞋子的靠背。已经往中路。掉。你往上路，啊，好鸟哦，我都听不到，操！你往上路，可以到，可以到。哦，你听不到，在干嘛？A 掉 ，A 掉 ，A 掉 ，A 呀！你就不心急了啊？跟你讲，他一定会叫人的、啊，因为你都叫两次，没关系啊，就姑且让让他，就很佛心哦。放他掉了。干不死。定定。哎，人来人来。这是啊，我有个结业，看不来，你死者哪妈的？
准备干哦，就想去想去找你啊。好，好，我看到。好，他怎么穿妈妈的？他怎么插不进去？喂，等那个，我刚刚切了一个操作，倒数计时。两个。哦，这个操作，不能没有包了。都该干一个了。哎，我要吸灵魂了。哦，嗯。来啊，没到，没到，三二，好，上吧。啊，这样。他收了，可以啊。我们定下，你一直 Q 他，你就。不然我家好定强啊，在 AD 继续啊，不都死咯。啊，下山了，啊，好黑，给你们救，没救，碰壁了，碰壁最肥，看两颗头是最肥。杰是中路了，你们要小心点。那边，他刚才在这边出现。哦，有了，看到了，有看到了，是不是？快！上吧，上吧，哦，睡睡睡。Q 尽量 Q 到多人一点。可以可以，上。啊，我出来了。哇在那里面呢？嗯。所以云科是下礼拜一开学啊？是啊。哇，要开学了！啊，学一门啊！那还有一门课就觉得，啊，一门已经还好了。我们超穷的，现在连黑门进都买不起。对啊，没有了，我回家一趟。会有啊。好。我这个兵箭射的好啊，够亮，够亮。哦，一个啊，可惜可惜。哎，哦，五百，他就在秀，不想秀。啊，埃及至少还用兵剑，他也会这样干。
人吵不过来。你看有点用处。哎，上路一个传送啊，对，瑞斯哦，瑞斯一个下马威。那如果他在那个加速的守护家里面。玩玩 game， 玩 game， 哎、欸，他脚闪了、哦。往回走，往回走，往回走。不要靠近哦。哎。哎、欸，他脚闪勾你吗？哎。哦。送哪个？小心哦，里面好像有人。你看爱心赶紧肥了吧，弄那么久了。哇，大花钱啊、欸！这可以 gain 哦。gain 啊，就 gain 啊。对不对？嗯嗯，屌踹屌踹，锁头咯。点开点开点开。哦，按我的光！哦，看这环，哦，过分！要不要让人家动？去哪里？说吧。快爽爽收两颗桃，然后那放屁差不多了，肥了，换了，肥肥出渣，二我被他打干了，走走，我、哦、谢谢你帮我踢走嘛，对。哦，很屌哎、欸！输输输输输输，哇，很屌很屌 ！OK， 又带走一只，可是会不会带两只呢？应该是 OK OK OK， 两个直接回头，头也不回的，一直走一直走哎、欸，头也不回，永远不回头。哇，下路下路啊，下塔啊，回死亡啊，五秒。现在有没有蓝？应该是没有。后面现在很惨啊，惨一点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我尽力一点。我刚才全按掉了，靠！五品全按掉，这是应该来是吗？要下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下塔。那我就要去清中路兵了。哎、欸，杰去那边，我们可以吃哦。好，过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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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拍到，他们拍到。哎，先上啊，先上啊，先上、啊！阿杰 ，Lucky， 算了算了 ，Lucky 够够。哦，我是撤了，没有，上上、啊、上。上他那个，他 Q 的时候要赶紧跑掉，不然他会回血，而且一次回很多。跑去哪里了？当然要大，大那里好猛哦！摆明就是要上你啊！大他他就马上开大，反应没有那么快。哦，没有准，一肥几只哦。人家出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死者肩甲，现在要出了，很猛的，差五百，差五百块，猛猛的。哎、欸，等等 ，OK OK， 带走带走，移过去移过去 ，OK 带走，爽赚爽赚 ，OK OK， 三个人给他走，留给下一个。AD 蛮强的，会赢。
还是要帮他负责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那个上路上路上，我要清一波，我要清一波野，我要清一波野。要理清了。出血小心。先退一点，我没血了。他还不跑哎、欸，真的是。先清一波野啊，我不行了。没有，旁边还有一个高那个。哎、欸，这个李清风号，我没有左边，没有左边，不要杀，不要杀。干你妈的！我来了，快滚开！我刚一个不能打，我进手，我没血了，硬要打哎、欸！哦，我已经说我没血了，不应该打的啊。哇塞！我不会不秒，应该是不会吧？不会，是赶紧走！反正还会被秒，赶紧走！赶紧走！走私对啊，有没有那么惨啊？不要碰你，就跳他。哦，这大了，好有钱哦。就是可以是个反甲，你血量越多，对你越有利。好啦，那我再来一个生命，还有什么可以出啊？还有一个那个啊，手套啊，手套。你在扯哎、欸，那个他那个残废打击打我等于一个 W 打我411哎、欸，太多了吧？他以前没有那么强，就萌萌的干。干怎样、欸？没什么、啊。别激动啊，兄弟。干一个滑鼠连点，好吗？看来是该换了。啊！嗯，不行，恩助，准备 Q 下一个 Q。我干你妈！罗布，干！哦，妈的 ，RP 一存，喵！
五百块。但OP在前面帮我顶了，不然没办法这样射啊。抱歉呐，接绿的。五百块，谢谢。哎，复活之王，我们比较快，走走走。是吧？还是吃巨龙？巨龙，巨龙。过气的闪现。快，跟上，跟上。你在跑了。A 杀野，直接死。好了，放眼了，放眼了，应该没事。对，这个小心啊，很容易被干哦。我觉得埃及真的很屌，好讨厌。哇，死了，被解高了。我现在出金人了，射兵箭啊！哎，有办法打哦。要干一个。不在，我在。到这边。还交钱？可以可以，还可以，走吧。要不要不要？喊着艾希，他会战永远都四打五。四打五打成这样，我觉得也是蛮猛的。喊一个 triple kill 哎、欸！这不是输了，你要控制啊。然后一讲就没 Q 的，一讲就没拿到。Q 就是扣子啊，可以回血。哦，他也是回蛮快的欸。没，他要去干艾希尔。快在上路了。来，在这边。啊，对对对对。有神功没到、啊。好的。我们要演，我去补演。现在很差，好冷啊！哦，可以，换掉，换掉，换掉 ，nice。灯笼，救一个，救一个，救好了。
好猛的哎、欸，这两个。啊，这边跑吧。哎、欸，啊，可惜可惜。OK。哦，这个。哦，欸、送头。还是还是快啊。艾希都在干嘛、啊？艾希就艾希屌啊。哦，输出哦。过来过来。干，肌肉多少人啊？哇！万一要是收几个，要。我出来了，我出来了，我出来了。快冲！我冲来了！哇，我没有开到大，操你妈！越保护了，哇，太急啊，没那么远啊，那个没那么远。哦，先过一个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！哇，真的太急了，我先砍他！哇，操！接接。那个弓，那个自己判断的太远，嗯，肉加跑速的啊，算了。对啊 ，Q 空 Q 空，哎、欸，你、欸、这边，金塔金塔什么金塔？哦，怎么输掉？哦，输掉一个，输掉第二个、哦、，Nice，OK，、哦 okay、可以了，我们下一条龙，下一条龙。啊，我有点猛哎、欸，16.82，好猛哦！哎、欸，后面人很重。哇，干！喂，你又没开到大卷哦？没有干。不过我带走他，也不知道什么。一个小心翼翼耶！哦，三龙，我整个 up up。我整个硬到一个夸张的境界啊！不妨，哎、欸，还好，另外27了。哎、欸，我来了！哎、欸，这个。我干！站在后面啊！哇，被射死了、欸、操！哦，定啊，定错了。继续继续啊继续啊 W 反头哇 Nice 好啊哦，评价现在是 A 减呢，过太多人头了。看、啊、那个爱心的输出，强，一天。
给结果太爽了。装配的魔法就很凶猛，可以解说一下艾克吗？艾克哦，艾克啊，好。苏贤今天要唱歌，苏贤要去唱歌。嗯，想了吧？你要去哪唱歌？老师说你要去啊。这是中文。跟谁？小鬼他们。今晚两场。真的？真的啊。就留艾克嘛，就是哎呀，小鬼，小鬼不是去当兵了？哎，小鬼那个确定是在当兵吗？当兵了，我知道，就是公所废物。对啊，那我今天去公所办东西，妈的，那个一到一点多才从外面走进来，过多爽！看有谁啊？钥匙有谁？我看一下哦。嗯，看看名单，我再考虑一下。哦，一直有谁就，有龙姐就没有，不可能会有龙姐那边。小鬼文一君，哦，这是谁？晋城通、简维德、阿凯，差不多这些吧。那你今天要上？打掉。到几点？应该两三个小时而已，三个小时吧。这么短？啊，谁还在那边跟你夜唱啊？夜唱，你要不要跟我们学弟夜唱？我们学弟今天好像要夜唱啊，出去玩最后一天，地海集团吃完石头夜唱。哇，这是不想睡觉的还能夜唱？超想，我超累了，超想。轻松耶，大二小鲜肉，小鲜肉吧，小鲜肉。抱歉啊，号称云科拉拉小鲜肉。夸张啊，你这个名号也没有。你有看过云科大鲜肉吗？我只看过云科统的。咦，还好不知道是谁，科统。我好像忘记是谁，我听别人讲。你听谁讲的？啊，忘了。你刚才是自己全部讲完了，一个对联就自己讲完了。听谁讲的忘了？干，当时在传那个对联给我，就传给他们看吗？没有啊，那时候跟你聊就传给你而已啊。抱歉啊，我找一下，我听给他们看。听谁说的？我忘记了。那、啊、上面那个横批是你自己打的？横批我忘了，横批是什么？横批是 L 龙界哦。龙界对啦，这种超智障，快笑死龙界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重播一下，我把玉成拿进来。横 P L J 那是你传给我的啊？没有，是我告诉你，你做给我的。对啊，我用小号加马上拉一个。太有心了吧？嗨，嗨，爱成哥。嗨，嗨，玉成老大。嘿，抱歉，太晚。没关系。我应该又发怒了一场。老大说几点我就几点。好，等一下两点来晚。来，点我可能，怕你不敢就行。哎，不是说几点就几点啊？我可以啊，没有开玩笑的。刘真了，你也刘真了。你听谁讲？哎，我忘记了。那、啊、你忘记了？我真的忘记了。想当 James 啊？你想一下 LJ 开头是什么？哦，我们班有谁是？是
红盘都气结结这样。哦，太会掰了吧！我来了。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在装啊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不清楚啊。就是真的的话，这个一神很会了哦。没有啊，就在猜猜看啊，猜给指头猜字尾这样啊。我是觉得这个如果不是装的，就是真的很厉害。太强了吧？你看。哦，我也不清楚啊，就。这应该是个人吧 ？LJ 是 LJ， 我记得这边是林俊杰啊。然后 LJ 是谁？什么杰？啊？这个不知道的话，我也不知道。好，看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这个人。然后看一下有没有这个人。啊？然后 Google 一下啊。好，不能过分。就跟大家分享张照片好了。可是现在 SK 好像不能传照片。可以啊。有照片、影片不都可以？看，你们看哦。有东西。啊，这个楼你看过吧？我还看不到哎。我要按一个允许，按允许掉才会传。我靠！夸张了。这个照片被存到哪里了？啊，电脑上隔离哦，不会吧？然后完全没人那个。八人，你看过？完全没人回他哎，哇！啊，我老板这么慢，那就也说一下 4KB 的东西，那时候就很废啊。各位，有时候约时间吃个饭，这是什么时候抛的啊？那在欧洲环区抛的啊？是欧洲环区？对，完全没看过这个，我也没看过这篇文，我没看过这篇文的，真的是在欧洲环区抛的。全部把它删除了吧？应该啊，全部一个秒删，一个月，此片不能久留量。太扯，完全没有人回他哎。哪里呀、啊？你到底哪里看的？都没看过，看都没有了。各位什么时候有个时间？不是啊，是周秀兰居然是龙北的。你们龙北，白目哦，刚好说对啊，看我同事。难怪我没看过，抱歉啊，我记错了。加厚给冠毅哦，现在求证一下。冠毅一个秒删，后马上删。看一下，我没有删啊，你在说什么？没有啦，我是说，好，生气了。没有，我们是提出疑问啊，不知道是不是你不小心按掉还是怎么样？你们是昨天在哪里啊？都就很热。把文删掉了，一定的啊，又那么可耻，别人认为他当然要删啊，这个是你受得了吗？不可能就淡淡的退出这个部，龙北也退了，龙也退了，啊，等过一阵子，说不定再人生就快了，你不是穿一个？他跟一个女人，他跟他妹合照的照片，是我传的吧？哦，你是你传的、啊？我传的啦。然后我就说是他妹啊，是兄弟吗？干他妹！什么东西？我先传给你们看，我传给你们看。其实我看他妹本人啊，他妹对不对？我本人，那不是他妹吧？那是他妹，就是他妹，是他妹，是他弟。我们一直搞错。其实是他弟，还是他女朋友？大哥吧。我靠，你们跟玉成抢，不错哎。玉怎么样 ？It's not how much time you have。他旁边帮你装了，我你 top 了，我装。我 top。我打。他不能 AD 哎，他不能玉成 AD 啊。我 AD 我发疯。没办法，要不然你跟那个正太讲这样。他讲一下啊，因为当你疯了，也没有人会骂你啊。我不会骂，至少我不会。我看是谁会骂谁。我反正我是不会的。骂完什么哎、欸？你好像我是不会打手枪啦。打手位啊，靠背啊。什么啊哥啊？他不会打手位啊。
就是 A B 那种，你也行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双手破也行，双手破很好，因为我不会 A B 啊，我因为我会。哦，他放屁爱心神兵片。哦，你看，神兵片，你去锁卡，打输出还蛮痛的。哦，记得我们班不是曾经有个锁钻石锁卡吗？进城了。啊？进城了。进城是精英吧？进城是英。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！我在播实况的、啊，你们不要乱讲啊！有点阴什么？但是话要讲吗？好尴尬，今天才刚破关哎。鳄鱼打野 ，OK 啊，他有两段位 gank， 我也不知道被打野了。欸、对，这么说也对哦。我杀。还有晕技耶，还有位移技耶，可以好好好。那我又打劫啊！我们开实况啊！他说：“喂，可以给他瞧瞧。”我要秀一下他的操作。哇，傻眼！那这样子，如果雷到你，就失控就尴尬了。不会啊，你昨天的表现都录在里面了。不是，那个不收实况哎。不是，你昨天不是有一次你在中路？没有帮罗普补，然后又给人家跑走，那一幕都清清楚楚的录下来。什么都要记录啊？哇，你这个画面还是拉伸的。我没有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，我没有拉伸啊。B 就不对啊。B 是对的。B 是很。这样最高的也不，是正规16:9吗？世界上最高人309公分。要不，没有，那是古代的，古代的，清朝。欧巴干那 style。跟世界帝国，世界帝国。现在也有49公分啊。啊。这是不同的东西哦。好哎。那又是姐。希望他不要再拿到红包。大眼游戏啊。超神英雄传说，他是谁啊？结尾亚树啊，应该是亚树。看来我要打爆他了。哦，打的是屌打亚树的。天啊，让我 carry 你们吧。靠你了，中路不用来。靠十，我点错了。中路不用来。看鳄鱼，好久没看到鳄鱼了。你有没有看预言？他回来，他回来。啊。他昨天射他射我回，他礼拜二就回来。但是他考研究所啊。他考研究所。就没看到他上线。什么时候考啊？他考下一批的、啊，明年。他不是快哦，剩4个月。啊。研究所不用怎么读啊？哦。没有，是通常都2月底、3月才开始考啦、啊。他要读哪一间呢、啊？那个预言说他有通知费，他就。那看来还是叫他别念了，赶快去工作。真的，他是很拼的，不要这样子啊。对啊，他还蛮拼的，他还特地搬到市区哎、欸。搬到市区？没有，他因为他家住台南县，然后他就在台南市区，他们家在台南市租一间房间给他。哇靠，太差了吧！因为这样上学，他这样去补习班他比较方便啊。我看来他是下定决心的要上。他说不定。去那个地方还没有搬去市区，对，住一家就好了，对啊，住龙杰家就好了。你刚说谁？那我刚才没讲话。哦，他在市区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在那里吗？就一个说去台南可以找他，然后到了之后就说没空，没空，对，到了就说没空。龙杰，已经表达，都表达了。你干嘛啦？啊，我手连网络都觉得有点慢了、啊。你在飞啊？要不等你不要传单子给我？传什么单子？好、哦，你每天跟我讲，我就忘了。你是随时可以煮吗？随时啊。你
我在地上面好像有那个啊，作业系统都可以直接过来。哦，别叫吃板线的垃圾。保持上你写线，我感觉二有一点你，我等等后面再蹲一个。因为是个半血，然后等一下用 Q 一次回二十发。反蹲了，你打凶一点没关系。对我蛮凶的。哇，中死了。快一点。反正就是。对，这两个堵好不好？啊，中死了。中死的话，像是真的要那个一样，像快我不敢写那个腿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中死了，傻小，上路就这样死了，我在蹲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，心酸的，他们一早都在那里了，哈哈哈哈哈，然后上路就死了，太强了，是柯南吧？哈哈哈哈哈，中路教什么技能啊？中路，点燃，闪现有啊。反正我不晓得了。打银牌欸，欸，你打银牌，你都打银牌，下路是白金 AD。哇，我靠！哇，那他又想上我，我。啊，你们说，欸，你们都没有 AD？ 在干什么？总是锁他，他锁他第一双神炮啊！二爷，他朋友他没点出去，我一抓浪头给我，真的干。哦，因为二爷都不想用。在这个边，好、哦、是不是？不是，屌虐他，看他。啊，我把杰，我把杰打成残废了。啊啊，打个杰。啊，上哪个杰？我会问的这个问题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我到真死了。在在。啊，一整就太猛了吧。抱歉啊，被打了。是人家爆炸了吗？干嘛？那个，那谁被打到变白痴哎？哦，等下又被胖你了。哎，现在是实况，是不是不能乱讲话？可以啊，我们什么话都可以讲啊。我刚不是讲一堆废话。看，我现在实况哎，好紧张哦。现在是不是有好几个人在看？在明年的实况里面，我要小心你们的那个用词。用词用尽了。各位好战友们，我把上路。打到，那个是太矫情。打到他智商有点无法恢复，人不太足，所以我感到非常抱歉。还可以，啊，你要上，哎，你赢掉，等着又等，是啊，那等下就可以霸凌他了，你想干嘛就干嘛。我，你看一下，我已经。霸凌他了吗？我血量还是要小心，一个人也才回十发。关六点。啊！这会等我怎么打？我这。我一天很凶哦，不听话。啊对啊，关于刚好上六，不然就留不住了。我有翻到啊。鳄鱼。哦，鸡最屌，今天的名言。
我们能播好多血耶。我有收到。因为他六等，你应该也六等了。没有，刚才我先回家一趟，那边闹。哦，要虐菜了。哎，你这士兵的伤害啊 ！Q Q 靠 Q！ 哇，又是个屌虐。鳄鱼来晚了。还不上来，好猛哦！啊，他换一小时。我看是真的不去哦。他只是……哎、欸，看，今天是来中路人的。我在这儿呢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出去哦？我们出去哦。中路要压线压住。加入啥子哦？鳄鱼嘞？对，应该回到家里去，全部需要帮忙嘛，在这里。嗯。通宵。我在后面蹲一个。哎，三个，三个。哎，不不不不。啊，人间人间啊！鳄鱼没有小兵都没办法二段走。慢一点，我在后面帮助你。来，加 A， 加对 A。怎么进来？快没魔了！我操，大理呢？一堆人。嗯？被冻结杀死了。我身为野怪，我很荣幸。你看，我们一个。赶快出来啊！我死了！死了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应该可以吧 ？Q Q Q， 有两个。Q Q Q。干你脸皮歪！走走走走走。啊，没算好，干。我要。啊。打。还有鳄鱼。后面感觉是这样。啊，好乖啊、哦！但你操控好就是两颗头入弹，就五一零，啊，就五零零啊。嗯，对，五零零，这也是没办法。啊，再见。里面是有人吗？对啊，我帮你蹲。你上卡上去。哎，找他去。没大了呢。对啊，可以啊，直接杀就好。来、哦。我刚过去了。就像我们这上面有多少？
打过吗？十点的话，没到，没到。他等一下一个龙卷风弄成。哎、欸，你干嘛、啊？你不要，你在坦的就不要怕了啊，因为我们没有招了啊。啊，对了，你再往前撸掉，你就死了。刚差点就有大了。快就带了，这都没什么，就下路他们完全没有打出东西啊，我完全不敢操他，他们这样子能浓，而且也没有浓多到哪里去，我们说话就赢很多了，他们那说不定七零八十太猛了吧，很牛逼啊，哦我吃死，吃死吧！谢谢。鳄鱼龙中，来了。啊！行吧。没事，没事。送来流血，让我差等等就要急。没那么夸张啊，这一个打两个啊，真的，这机体非常好，打上去。消，消消消，不过去了，不过去了。我在干那鳄鱼，变个上路啊！棒啊！那个椅子是没有上去，都被定住也没办法。哦，过去了。鳄鱼，我干嘛打、欸？走，不要退了。应该去吃四滚。吃完了，那我继续走啊。嗯。要拿个牙刷。超凶的啊！杀人不眨眼，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。我眼睛会回加速，完全没有动就不见了。然后他换塔，要拿塔，要拿掉。不给。发现塔杀，是塔杀。太紧张了啦！要是有点过分了。教训，让他知道谁是老大。有时候闪现点蓝大都掉了，让他删除这个游戏。他说他说双手套，结果他自己插图技能有点猛。然后就说：“他说我是不是 AD 啊？不过我 support 也是可以的。”他是不是很有经验啊？有点太猛，挺牛逼的。他就我变成真正的 support 中的 support 了。酱油中的酱油。来来来，引他过来，引他过来。哇，上来上来我。
哦哟，你竟然敢！啊！他被我敲半条腿就没了。好，我先回来，我正在帮你们，我就想上一下下路。我靠，好猛哦！上交喽！我的弟，过分了啦！先检举一下冠军，这个跟昨天表现差太多了。风险小弟上线，还有挡住我的小弟组。来，我来，我来。让我，让我。让他跑掉了。太远了吧？好，都没中。好，大家拜拜，大家拜拜。好，大家可以回家了。好。力王。距离一直差一点点，放我就不理他了。那、啊、你开始。哇、哦，这个玉成交闪现了，我就被他大刷死了。我来帮你啊，一个人去卖肉吧，一个人。真吗？啊，我怕卖很失败。来卖哦。哎、欸，二月来了，你快走吧。你想卖？哦，该上了，该上了，耶！定住。先上后面的，不要急。哎，对 ，nice。被卖了吼。我练，我昨天有练过啊。哎、欸，这个人开大，啊，我痛。你刚才那个下去有这个消失了。我昨天有自主练习一下。嗯，哎，你是说真的？做这么13分钟吗？真的，我都有自主练习。然后他的打野，他的打野路线、技能点法、技能接法，我都他一个套路，我都是有摸清楚。哦，对面骂脏话，你懂还是要跟你咧，鸡巴！哦，你在说什么？那是的，在讲谁？骂？你这人30 cm 哦？是他是没有这样讲。有有，没有了。这也是不要太超过。看来我的输出也是蛮高的。哦，他比你大成。Romantic 玛丽，该休息一下。哎、欸，你咪咪啊？他说他这个周末不打。哦，好吧。现在还没周末、啊。然后我跟他讲，他说反正就是不打。啊，反正就不打，就不打啦。我跟他讲，我跟他说周末不是六日吗？我说我不打。哇，你付
要一下银狐幻觉吗？银狐幻觉是谁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认识吗？我不认识。是光义的朋友吧？你认识《心感动在一瞬间》吗？我没有他好友。我是说真的啊，我是没有他好友。不会一起玩，我就会先删掉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开指定一下。我们要退出吗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全退，好，那我退。他说我什么游戏画面延展呢？你帮我看一下。延展啊！啊？那比例明显就不是16:9啊！啊，不然怎么办？有拉伸啊！这看就知道长长长的。所以我是那现在这样子，文杰，你先进游戏，我看一下，你进游戏。好。这样嘞。这样有长长的吗？没有吧。很奇怪的那个啊，解析度多少？我解析度，你说游戏还是游戏？游戏，我看一下，1020×768。对啊，怎样？这个就不是，因为1920×1080，我看看。可是，但我游戏画面，我让我游戏品质就不是很好。那我只是看一下，改回去比较好。我没改，我没改呀、啊。那我精灵格长这样子，对啊，对啊。可是那1024就不是那个比例了。对啊，精灵格长这样子不是吗？没有，没事没事。那个解析度不一样啊，我以为你是1080。不会。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？还是怎样？对啊，你觉得可以就可以啊。可是你这个蛋黄哥要放的位置啊，碰到你的数值。哎、欸，怎么变大了？那个蛋黄哥有点太大了。全部是战斗中。我不知道怎么吐槽啊，好点。哦。必须忍住。我刚不是有制定一下吗？制定就会在战斗中了。我会保护你的，关于你不要再。对啊。就在保护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游戏画面跟你们不一样吗？没有啦，因为我是1080习惯了，我看你都会觉得怪怪的。不一样的啊，只是你的比较糊啊。嗯，糊应该是画面吧。你970，你怎么会没办法开1080？嗯，哪里？解析度很差哎、欸，1024×768是XP时代的解析度了。抱歉啊，我就XP啊。啊，这样来，你看一下这样子。1080，你看看，我帮你看看。哦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哦，好多了。跟 FPS 应该也是有100多、啊，还是说没有？看一下啊，啊，应该是开直播又开1080就不行。我游戏是顺的，就好了。可是我家画面是糊掉的呀，我想要怎么出？我家画面是很大一格啊。是吗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要用全荧幕模式？FPS 144啊，你应该有锁对不对？没有锁啊。有锁定啊？没有。哇，1920×1080好大哦。啊，我都像世纪帝国那样在玩的。我想想，我问这么大、啊，所以我滑鼠速度调快，大概太快了，68。DPI 调高一点啊。这样看的画面才会多、哦。我 DBA， 我一直调就是调到面4倍、2倍，我还是调微调啊。我都要拉到跟人物很小，我才办法。夸张了啦。对啊，
我跟你说，我传送都是靠位置，我才决定要定点啊。固定视角 OB。我的又是固定的，那你们玉藤是固定的？不是，不是，用固定视角的吗？啊，我视角都不会动啊。对，你看是不是？是这样。固定视角可是王道。玉藤也是固定视角的爱用者吗？我是根本不会调。哦，抱歉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回程？我就不能，你是不是切画面？对啊。你切画面，人物就不会动。直播品质就很差。我们两个先跟路人跑。你说什么？哇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！哎，我们三个先跟路人跑。这方便不近啊，有点。好了好了，是可以再一场啊，是可以再一场。对啊，那么久没玩了，再十场也不为过。十场 A I M 可能还可以啊。我可以打 A I M。哇，我不行。哦，他们一直看不起。帮你翻译一下，哎，蛮好玩的啊。哎，我觉得超无聊的哎。啊。我受不了那 AI， 我进去我就挂着，然后就被踢了。我因为 AI 有女玩熟女。熟女。偷了地了，在喝鱼肠。熟女。守护女神。我以为是很深的红茶。所以然后出来了，怎样？什么现在太来得及哦？我们已经在排了，快点！来，走吧。啊，要像银狐万学啊！好，快点啊！啊，正闹钟。啊，好急。这种画面很奇怪啊，天哪。夸张，其实没有那么奇怪啊。我怎么变成我怎么变马赛克的？为什么？赛克？那、no ，就是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。啊，就今年什么十八什么的 ，Reddit Tube 之类的。哦，什么叉 video 之类的东西。干你妈嘞！我。我上路被抢了。走吧。哇！我怎么模糊？也太模糊了吧！哇！后面你要走了，还是你要走路？啊，我中路跟 AD 都差不多大变了。不然你打 AD 啊，没差啊。啊！那你们看看，要练一下子吧。我要带治愈吗？不带什么就带什么啊，再低一点难会太吵了。我怎么整个我整个变模糊啦、啊、布局是正常的啊，你没有正常吧？我刚才看是正常的、啊。没有，现在就现在怎么变这样？我不知道，看我腰伤小，为什么？